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T50，它是用的电池是一般的3号电池，2颗哈，我们先放2颗测试进去，那你可以听到哈，它这台正常可运作，那它这颗镜头是35-70 FD 哈，1:3.5-4.5，那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镜头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式哈，底片式都正常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T50 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